其实是我的盲区，它是干嘛做卷发的，这个还就是是吹高颅顶的，高就顶？是把颅顶这样，你也然后太神吹了吧！下，对，你的颅顶一下子就是，比如说我1米6啊，嗯，但虽然很多人不相信哈。我正是有的，啊，但有是的，我虽然也没有，但我倒是用了这个大概1米8，啊，可以，大啊，概那看是，起来这个真的是有奇效啊，对，有奇效，还有不是，我用了这个其实是1米7，我怎么才能变成1米8？用两个，就是要用自然堂的那个蓬松的那一款哎，洗发水，用完之后一个再高，太哎，高，一下子1米8，这个可以问一下我们强哥哈，因为哈哈哈哈。我们强哥每次这个发型弄的，大家是嗯，很他是很在就行。是一定要，就是它可以蓬松，然后我们的这个洗护也可以蓬松，对对吧？对，啊，你看，哈哈，强哥怎在么这了？不？昨天我看到强哥，强哥跟我说他去拍写真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的。我然后强哥说到时候弄出来你看一下，我说好。嗯，强哥真的昨天去拍写真了，是吧？你也果蛮然期宝待的贝，是吧？很期待去拍写真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是我看到了我们刚。